康生无相信，就伫遐样，因伫在就，迄阵老爸吼，伫在种农业吼，是鸡啊啦，树啊啦，叫伊，甲咱名字互我去提个花莲岛去，家人去在卖，我即我去实在是哦，大家拢卖，就是。但是开人商业吼，老师啊，伊啊毕业的吼，好好求求。你两三点叫你起来，还搁在写字，拢在那外困。做鸡做人就爱病啦，做鸡就爱咬。我当然可怜啦。追求完美的个性，造就他成为一位优秀的书法家。但自律甚严的外公，长久以来的熬夜，造成了他的病因，使他的身体日渐虚弱。他罹患咽癌，在台大医院就医两年，不治身亡。享年41岁，而外公的生平就像他所书写的这幅《出师表》，先帝创业未半而宗道崩殂，英年早逝的他留下了外婆和孤苦无依的10个孩子。是，但伊真出名，伊第一科就大量书文吼。嘿。哦，迄外海的囝，迄是状元。嗯。啊，你若讲就贪着伊乖，啊，我着高三囝。听讲16岁就订婚，摕32块订婚，啊，到尾娶就60块。我迄阵啊吼，哦，伊那阿公，伊阿公，红杏桥，毋是迄青青的，没人叫了。我因此也爱一心心心安尼。拜六礼拜六，咱转来就欢迎你，咱家人吼。啊，连报站十岁啊，阮老母老爸拢伫这边，啊，我十岁伫这边。啊那啊，伊拢伫迄边，阮老爸迄边。走买菜，啊看，啊伊嘛，伊那人，啊嘛朋友家己，恁无去。来啊！恁老弟来啊！来啊！阮老母讲，爱着用迄树，来用树嘛，拢穿个制服，迄个，甲惊一日，甲冻头啊！18、19岁做个，再，你呐做真健康嘞，做订婚拢无毋捌，也无讲好，也无讲唔好，我嘛唔敢。啊，就伫遐等四年嘞吼。唔敢，啊，阮大囡有一半个做在用树嘛嘞，迄金马店个囝。然后咧，台中光明佚佗，约做台中吼，我拢唔敢，啊伊也唔敢，啊就，若写批的话，就岳表安尼先信封安尼，啊则阮老爸看着，则搁摕我。听讲阿公拢会摕册互你读，阿公搁你写信着吼。啊叫我着搁读册，因为我16岁尔。啊！即个恁来公司了，张伟人甲吴先生都去读，去招十二点出来安尼。十二点即未用咧，即我即我其实咧是我也安尼去。伊安尼听讲囡仔真大阵，伊讲有囡仔就会比较会好。啊，十二点伊两位头出来，啊就叫我搁出面，十二点就出来。
他还在的时候，我们吃饭不准说话，嗯，不准听收音机，还有不准吵架，都要守规，还不能分菜，不然他就筷子这样。所以他是很严肃的。对。那个外公在台中钢农服务的时候，你曾经在游行的队伍中看到他嘛？对啊，他当全校总统的领队啊，那他就当领队啊。我看了以后，他只是跟我微笑一下，我就觉得啊，我爸爸很爱我，自己觉得很得意，说我爸爸是一个很伟大的人。他虽然很忙，不过他还是很关心我。